台湾 YouTuber 蔡阿嘎近期在社群发起了问卷调查，询问台湾的女生最想拥有哪位女性的脸蛋，掀起了网友们的热烈讨论。问卷吸引了逾万名网友参与，不过排名前十的结果出炉后，却让人感到出乎意料。榜单中排名第一的是 TWICE 成员周子瑜，而名模志玲姐姐居然只位居第二名。随后依次的排名分别是田馥甄、徐慧宁、蔡依林、王静、林依晨、叶舒华、张钧甯和君君。对于这样的结果，蔡阿嘎认为周子瑜的样貌属于老少通吃，而名模林志玲仅排在第二，或许是因为她无法获得大部分年轻人的选票。蔡阿嘎也分析，林志玲的部分选票或许都在舒华那边了。随后他也笑说，周子瑜是韩团成员，而林志玲是模特界代表，田馥甄则是歌手。由此可见，不管是哪个年龄层，大家都喜欢年轻的类型。